那我们刚才的门票都已经传票来都给他们了啊、哦，所以一坐上车，然后你看我们坐车，然后车又坐船，有没有？我们讲过这个啊、嗯。然后因为船是没有刹车的，所以快到的时候它必须要把鼓了，哦，那就慢慢停靠了这样子，嗯、然后稍微要先坐好，所以前面的主控者啊，然后那个闸门。到前面的人员呢、啊，不可以靠前面，还、啊、会有一些小晃动。然后我们就正式的抵达，这个叫 The Venik 啊，行程来看一下你们的行程表的游戏啊 ，The Venik。那如果有到这边，我们就一直在往南，往南的方向。